下面请您欣赏快乐生活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各位吧。嗯，刚才是张云雷、杨九郎，是让他们俩人休息休息。嗯，又换上我们老哥俩来了。是啊，今天是开业的第五天了。对了，心里边很感动。是吗？我去马路对过，嗯，站着好几千人，多热闹啊！一待待一天，嗯，说句实在的话，何德何能啊？确实是，今儿也是，今儿个。吃完中午饭，我说在对过二楼办公室躺会儿吧。哦，我就听了对过啊，好家伙，一千多人跟那唱。哦，嗯，唱唱大西厢了，山东二黄啊，嚯，啊，什么乾坤带呀，好一段接段，还有打板都叫好的。嘿，好啊，他唱别的我是真能睡着。哦，唱的这个我都会，会就睡不着啊，听哪段都熟啊。哦，啊，差一个多钟头我起来了啊，实在不知道如何表达这份心情，就很感动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是，谢谢各位了，感谢各位。连演五天，把于老师也累坏了。哦，还好啊，还好。咱们很久没有这么高密度的演出了啊，确实是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明天呢，就是我们九队在这儿演了啊，就进入正常化。您各位接着捧，嗯，是，就如同我们还在这儿是一样的，嗯啊，九队都是小孩们，对，也挺可爱的，嗯啊，也让对过的站着的朋友们也得歇歇着，哎呀，嗨，也不能老这儿站着，站五天了，五天都不止啊，开业之前他们就跟这儿监工，哦。叫盯装修啊，好家伙，就是这园子，你知道，自打装修以来，我们养活了多少位自媒体朋友们？哦，全这儿拍、啊，跟这儿拍啊、嗯嗯，这都是关心咱们。对啊，你整个河北区这一块儿，连益丰区，嗯，五一期间街上咱没统计啊，啊，人少不了，那得好几千啊，逛街的，看桥的。吃饭的，喝咖啡的，听相声的，嗯，街上玩的，嗯，哎，我还看见放孔明灯的，哦，有放孔明灯的，嗯、啊，你看上是哪天？前天啊，前天我头中午到这儿，我就看他跟那儿摆了那孔明灯，哦，挺感慨，是吧？高兴，这个孔明灯都见过哈，是，完事儿他能起来啊，能飞上去，许愿嘛，啊，人人都是有个美好的愿望，对。头中午十点多十一点他就跟那摆了啊，那么早就跟那弄哦，嗯，我晚上演出结束差不多十一点哦，啊，归置完了快十二点，我往外走，嗯，我那车打那过，我看他还跟那鼓捣呢，嗯，鼓捣一天呐，这时候可能也不是专业玩孔明灯的啊啊，但是我车打那过，正好他这孔明灯起来了，哦，那就成功了，一整天这哇起来了，哦，给他兴奋都不行了，好事儿，哎，刚要许愿啊，旁边来一个。天津的哥们儿，哦，保佑我发财，哎，保佑我发财呀！他许了这愿了，嗯，放灯的这眼泪都下来了。是啊，自个儿弄去。这进费的呢，人鼓捣一天，他许了愿了，对啊，给他奔了，给我乐坏了啊！这人生啊，处处都是包袱。这观察生活吗？多好啊！啊，尤其我回天津来，我是跟别的演员不一样，是吗？我是天津人呢。您算回家了。十六岁离开天津到北京发展，嗯，这一晃半辈子了。哎，于老师跟天津也是有渊源的。那可是，他是天津的女婿，没错，天津的姑爷。您这了解，他媳妇儿就是天津。哎，对，天津一个大财主的女儿。什么年代了？您还大财主的？就是我这么一说，你们就理解了啊，就说明知道他岳父岳母有钱。哎呀，谈不到了。哎呀哎呀，你客气了啊！你看清朝末年，天津要说谁家有钱哈啊，天津有八大家，八大家哪八大家？八大家，你看这个，郑兴德卖茶叶都知道吧？啊，郑兴德那家姓穆，哦，穆家。
就是八大家之一。哦，哎，杨柳青有十家大院，这十家，十家也是八大家之一。您说这才叫大财主，哎，那是清末的八家啊。这八家搁了今天，跟您岳父这都没法比啊。哎，那八大家不算事，他们都比不了啊。他岳父岳母是五大家。怎么叫五大家呢？狐黄白柳灰，好家伙，全是动物，可是啊，五显财神呢，民间传说，这叫保家仙呢。有这五家保着，你说你岳父岳母能不发财吗？哦，有这五家保着，好家伙，他老丈人跟他丈母娘，啊，您知道垄断了多少行业吗？啊，跨行的垄断呢，挣钱都没数，就这么能挣。早晨四点啊。天还没亮，嗯，他岳父的公司就开张了。四点那么早就开张？凌晨四点，头一家买卖啊，他岳父啊，啊，公司这就开张，热气腾腾，热火朝天，做生意，这也是勤奋。呵，好家伙，咵把这桶往这一放，开始就卖钱了。什么呀？卖茶鸡蛋啊？卖茶鸡蛋能卖多少钱呢？这个你看看，你看了吗？啊，不嫌买卖小。什么钱都挣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，卖茶鸡蛋的钱他都挣。哦，那不还有什么别的买卖？五点啊，他岳母那公司开门了。这公司是什么买卖？好，食品呐，食品，民以食为天呐。哦哦，他岳母那公司一开张，你就听那个声音啊，怎么还有鼻儿？手里高。这够开公司的钱吗？这个卖的一毛钱十二个，是这不够成本，知道吗？啊，七点半，他岳父那公司又开张了。这公司是卖豆根糖，哎，小碗抹酱，嚯，酸木糕大饼，行，好，这不够起照的钱，知道吗？嗯，简短截说，就这一天，就这次这种生意，啊，无计其数，那也挣不了多少，挣不了多少。啊，挣不了多少，能住那么好的房子吗？这怎么还买房了？买房自个儿盖的，自个儿盖房，自个儿盖着四合院。哎呦，还四合院，在黄崖关长城的边上。怎么那么远呀？奔盘山那边了？怎么地儿大呀？哦，黄崖关都知道哈。啊，天津蓟县是到蓟县还得往北去28公里，进深山老林。哦，在山里头盖的呀？山里边盖了七进的四合院，也是养鸡方便的地方。嗯，卖茶鸡蛋吗？七进，七进，什么叫七进呢？是四合院论进啊，一个院算一进，对，俩院是两进，是这么论。七进是七个院子。哎呦，后边带花园，带金鱼池，好的，盖到山外头去了，都得。好家伙，太棒了！嗯，是啊。老两口子这些年不容易啊。怎么不容易啊？你算算，晚上12点收摊儿，那么晚才收，把桶提进来啊，手里高那车推回来，哎呦，豆根糖那弄回来啊，这些东西都收拾完了，归置完了，就得将近1点半都不止，这都半夜了，两点多，赶紧往黄崖关那赶，当天就得回盘山，到家洗把脸，拾掇拾掇，赶紧往回折腾，好家伙，因为4点茶鸡蛋那开张了。这太都自个儿干呐！这些年几乎没在家睡过觉，那是都在道上呢。这个老两口子养了三个闺女啊，还有功夫要孩子吗？这个全在道上呢。他这个说话这么肮脏，废话，你就拎着茶鸡蛋，弄着手里高，还有功夫要孩子呢？仨闺女，好家伙，真打闪认真的功夫，那错不了啊！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我都没听说过，哎呀，好些个谚语都糟践到您这儿了。三个女儿啊，仨姑娘，你瞧瞧，真真连连爱爱，哎，都是菩萨显化的啊。这个三闺女啊，就是于老师的太太啊，这行小的那个，哎，行小那前面那俩姐姐，人家都结婚了，把嫂都成家啊。嗯，后来说这个交往一段时间了。上家里看看岳父岳母，得见见老家啊！啊，嗯，嫂子说：“你收拾收拾，咱们去吧。”
得去啊，俩人带着水啊，带着干粮，嗯，哎，就奔黄崖关了。对，按着野营那么走的，这都是。这一天终于到了黄崖关了啊，走好几天啊，到家一瞧，好家伙，嗯，人屋里摆一大桌子，啊，摆一大桌子，岳父岳母坐这儿。哦，哎，大姐、二姐、大姐夫、二姐夫坐一桌子，这是就等着我呢，等他们俩人啊，一桌子珍馐美味，都给我准备什么了？茶鸡蛋呢？啊，豆根糖啊，酸沫糕、小碗抹酱啊，这今儿不出摊都得卖我。嗯，快坐吧。哎，对对，坐吧。前儿坐着，嗯，岳母看着他高兴，那是得高兴。丈母娘爱姑爷啊，那是再论的，累了吧？啊，你看，我给你包一个吃，来，也就这个了。再来一个，行了，行了，别拘束啊！拘束能吃什么呀？这个好，怎么呢？这有毛，这嗨，哦，毛鸡蛋也行。老太太高兴，啊，我也来一个，吃吧，啊，吃吧。好，这整个下去的，坐了一块儿，谈笑风生，就聊天呗。坐着坐着，嗯，岳母站起来了，怎么？他大姐夫，你跟我出来一趟。叫这大姑爷是吗？哎，你跟我出了一趟，叫他干嘛去？上后院金鱼池那儿遛弯去。老太太干嘛叫他这样遛弯去？你看看，这是他们家的特色，啊，什么意思？接长不短的跟你聊聊天啊，问问您日子怎么样了？哦，两口子吵架了没有啊？哦，关心闺女，是是是，大女婿陪着老太太围着这金鱼池。聊天儿遛弯儿，嗯，最近挺好的啊，两口子怎么样啊？这也是了解一下情况。说着说着，老太太脚底下没踩住，嗯，呲溜咚，怎么了？掉到金鱼池里边，掉水里了。大姐夫赶紧咵把这外套一脱，嗯，咚，跳到里头救人。哎，把岳母给拖上来了。你瞧瞧，老太太一上岸啊。怎么了？还把这茶鸡蛋催出去？好嘛，呛上来呢，这是高兴，好孩子，啊，哦，高兴不白疼，那当然，有奖励，这还给什么奖励啊？我给你买一辆夏利汽车，很慢，没多少钱，夏利汽车。现在您觉得不值钱啊？八十年代呀，啊，哦，早那会儿谁家有私家车呀？嗯嗯，对吧？是奖励夏利汽车。这行，这一回屋，老太太，你瞧瞧我，哎呀，啊，那一身水个，可不是掉水里，没想到的，啊，哎，哎哎哎，行行行，都湿，哎，行，那也别在这儿脱呀，啊，你回屋换去呀，上屋换完衣裳，啊，坐在这儿喘口气儿，是，他二姐夫，你跟我出了一趟，那老太太不闲着，啊，带着二姐夫就在这金鱼池这儿遛弯儿，也是不长记性，哎。走着走着，老太太脚底一滑，你看，咚，掉水里了啊！肯定掉下去。二姐夫连外套都没脱，急呀，啊，啪，往水里一跳，嗯，给老太太端上来了，还是这个。老太太乐了啊，好小子，这又没了，他都没脱外套， 哦，第一时间下水，你就证明好儿子迫切呀，有奖励，这奖励什么？给你买一辆桑塔纳。你瞧，这比夏利又好多了，高兴啊！是，一回屋，老太太乐坏，是吧？你看我这又弄一身，哎嘿，行了啊！不是你刚才就不应该换，这哟这么些人呢，刚看见啊，回屋换衣裳去了，早就应该换完回来。嗯，谦儿到你了，你瞧这老太太，带着谦儿到后花园，还上那儿啊？还上金鱼池啊？哦，哎，到这儿还没来及说话呢，是把老太太咚掉水里边，对，你直接钻进去多好啊！谦儿就傻了啊，我不会游泳啊，也不打听打听。老太太在水里边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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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沉底了，沉底了。哎呦，一条鲜活的生命在眼前就没有了，怎么着？老太太死了，就在眼前，这人就没了，没救。他岳父给他买了一辆大奔，哎。好家伙，合着我替老头把这心愿完成了，是吗？这后来他媳妇儿就说他啊，谦儿啊，谦儿啊，啊，你白跟我搞对象了，怎么了？啊，你应该跟我学学游泳，多好啊！我跟他也是，省得别人害我啊，因为他媳妇儿是专业游泳的，
啊，对，他是练过、哎、国家跳河队的啊，跳河队的呀，跳河队的，跳水队的，国家跳水队的。对了，经常出国比赛去。是，嫂子还参加过那个什么赛？铁娘们三项运动。嗨，哪有这比赛呀、啊？那个怎么了？没，那叫铁人三项赛。铁人那不是男运动员吗？啊，女运动员就叫铁娘们啊。不像话，不懂，我是不懂啊。都叫铁人三项。其实谦儿啊，谦儿应该早就学会游泳。我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家里人都会游泳，啊，我们家里人都比较喜欢水上的运动。他祖父当年就是，老头啊，他爷爷那会儿是吗？爷爷那会儿水上运动多好，水里的。哎，他爷爷那会儿他喜欢什么呀？喜欢帆船，嚯，这是大项目，帆船带潜水啊。帆船怎么还能带潜水啊？先帆船，哦，然后不得不潜水，哦，掉水里头了。五天以后捞上来啊，栩栩如生。对，死了，淹死了。所以说这个家里遗传啊，就水里边游。他后来他一学就会，那我有天赋啊。真的，各位，我是不会游泳，是吗？但是谦儿每次游泳，我就爱看了都不行了。怎么？我姿势好？哎呀，第一是姿势好啊！什么就不咱不懂，是正面的，什么反面仰泳，什么反正谦儿一下水就啊，就各式各样的。啊，不是，我不是游的好、啊，我是本身就是水里的玩意儿啊！这啊，不是，就是那个那个在水里面、那个，就别比划了，王八精，您比划这是，就游的那个好啊！您就说好就行了，姿势游的优美哦。第二点就是他游泳游的快。哦，真快呀、啊！好家伙，太快了！怎么快呀、啊？裤衩都追不上，那就是没穿呗，那就是穿了呀！啊，人在前面，裤衩在后头。啊，你等会儿我。好，裤衩都说话了，知道吗？嗯、啊，我们出去演出去，比如说大连、东北，哎，什么这个青岛、山东，哎，只要是海边啊，我一般都求他，求我什么？谦儿哥，给我们游一个吧。这是干嘛呀？这是欣赏一下，哦，就爱看我游泳，爱看着游的好看，是吗？那年那个我们上青岛去演出去，就是啊，哎呦，大太阳，呵，凉啤酒，多好、啊，小海鲜，美死了。这个啊，不得游一圈吗？啊，谦儿哥，求您了，有求我了，给我们游一圈啊，去喜欢看，我们伺候着，这还怎么伺候啊？在海边啊，大躺椅。呵，放好了，哎，毛巾摆好了，哦，凉啤酒啪啪啪，哎呀，蹲在那儿啊，烟卷打火机，嚯，小吃都摆齐了，全套的。于老师啊，大哥啊，麻烦您了，这要游，高兴，爱看吗？你这当然爱看了，爱看。好，嗯，伺候我更衣。哦，这行，换衣服，有这样啊，是吧？先摘帽子啊。什么声啊？这帽子，帽子缩得太紧了。我这戴什么帽子缩那么紧呢？貂皮帽子。我夏天在青岛游海泳，我戴一貂皮帽子。谁告诉你是夏天？怎么了？不，冬天呐。冬天你让我在海里游泳去啊？夏天凭什么看你呀、啊？海边游的是人，我瞧你干嘛呀？哦，就没人，冬天没人游。滴溜，哦，先摘了貂皮的帽子，嗯，大墨镜摘了，嗯，口罩摘了，摘这围脖，那是得戴围脖，多长啊这围脖？大衣，嗯，西装，就知道游泳穿那么多干嘛呢？棉坎肩儿。哎呀，背心啊，行了行了，嗯，哎哎哎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啊，这你少来这套啊，要问清楚了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贝贝家，哎，怎么那么全呢？穿的大皮靴，这都穿出来了，解着腰带啊，裤子，呵，嗯，秋裤。毛裤，毛裤穿秋裤里头啊，哎，
你这太过了啊！怎么呢？这我看出来了，这袜子是吗？是的啊，袜子要这么脱，这就不是贝贝家，知道吗？什么情况？您这是从上到下啊，都脱干净了哦，就剩一条裤衩，准备游泳吗？我跟你们商量点事儿啊，商量什么？我就还剩一裤衩。对啊，你说我要是，哎，怎么脱了合适吗？啊，不合适。哦哦哦，就为亮个相。这有商量的吗？这个，穿好了啊啊！哎，大哥请坐。还干嘛还坐呀、啊？咱们得客气，大哥请坐。哦，哎，于老师坐在这大椅子这儿。嗯，呵，有相。是吧？撇着大嘴的啊，给我点根烟。下水之前还得抽，递根烟。嗯，大哥您请。啊，点上，点会儿。嗯，于老师叼着烟。嗯，冷劲儿上来了是吗？哎呀，你抽完了再脱这衣裳多好啊！你这。非得光着眼子坐这抽烟，大冬天吃了，这瘾头得多大呀！哎呀，那什么小吃啊？还得吃点。大哥，您请。什么呀？白萝卜。大冬天吃白萝卜，托在手里边啊。这一盘都吃了，一盘萝卜。那盘呢？嗯，青萝卜。哦，拿那个，胡萝卜，好，全是萝卜，水萝卜，哎呀，四盘萝卜，一盘二斤半，我坐这儿愣吃十斤萝卜，那个是什么呀？还没饱呢，大哥，那是干炒黄豆，哦，这瓷实，拿过来吧，哎呀，端过来，这大塑料盆啊。四十斤干炒黄豆，比萝卜多。这个是，一会儿就全吃了。我饿嗝呀，是怎么着？一个黄豆都没剩。四十斤，列位，四十斤干炒黄豆。哦，四十斤，怎么样？一般的牲口吃不了。废话，谁都吃不了。吃完了叫渴呀？那是得叫渴。那还得凉啤酒呢。哎呦，没完了你。给您这儿接过来，真渴了，喝好，还带打嗝的，喝了半箱凉啤酒，它就不嫌冷吗？你这大哥啊，天快黑了啊，是啊，您下水吧啊，跟着溜一天，再给我点根烟，没完，叼着烟卷，嗯，哎，你下水多好，哎，嗯。赶紧吧，哎，下水！哇、哎呦，好家伙！哇，哎呀，哎呦，你这个脱光了踩烟头啊！哎，脚太疼了。废话，咱们改天再游吧。孙子，下去！哎呀，不客气了，不下去弄死你，知道吗？啊啊，好，我游泳。废话，人伺候一天了，这才开始往海边跑啊！啊，别跑回来，没跑不了多快、啊这个、嗯。到水里边，嗯，我们大伙儿服了，怎么服了？太棒！哦，游得好，哎，如驴得水啊！驴呀，驴不行，如鱼得水，各种花样，各种姿势，我该跳舞呢似的。哎呀，哎，突然间，啊、你看这个人，嗯，趴在水面不动，啊，那就飘着也是技术啊。连你要让我来这，你累死我，我也来不了。这是技术，就整个人平着的。对对，飘着，平着趴水面上，哎。他可以不动也不掉下去，你看，但其实他那会儿有点不太舒服。怎么不太舒服？十斤萝卜，啊，四十斤黄豆，嗯，半箱凉啤酒，是，跟那儿嘬烟又喝风啊，就这一肚子里边，列位，这您是有生活常识的，这还生活常识什么事儿？尤其到海里边来回这么一翻腾，嗯，这肚子里边，您想他能不胀吗？那是胀，它有气，有气它一定会漏，这叫漏。它在水面趴着，嗯，一漏气儿，哎，人就往前走一点，
一漏气儿，人家往前走一点啊，还有后坐力的这个。嘿，咱看着这太高科技了，这跟我能耐没什么关系。手脚没动，你看这人蹭蹭蹭。哎呦呦，呵，好家伙！紧跟着来一大的啊，噗！哇，把我吓坏了啊！这么近的海还有鲸鱼啊？什么鲸鱼？咱看过《动物世界》吗？大鲸鱼滋一下，那是这个吗？那个。哎呦，紧跟着听啪！哎呀！海水都翻起来了，哇，哗啦哗啦落下来，再一看这海面上，嗯，小鱼儿，小螃蟹，好家伙，小虾米，我这电鱼来了，我这，哎呦喂，还有黄豆，哦，呵，太恶心了，这是没嚼碎的，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再看后边，叮当叽啦嘟当当当当，哇，谦哥您快上来吧，怎么了？水开了，去。第二天呢，哎呀，您这玩意儿还有上下级呢，您一说一乐，别往心里去，可不是吗？说相声就是一个手艺，哎，说相声唱戏唱大鼓啊什么剃头修脚，嗯啊，种菜卖报纸，呵，上非洲当娘娘，嗯，都差不多。哦，人活一辈子就是这几十年的时间，嗯。你待着不也得吃饭吗？嗯，你总得干点什么呀？是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。哎，就干这个。我们老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指的就是这个。嗯，您的每一张票，我们拿回去养家糊口。嗯，你这一帮人又没个工作，又没个工资，一天不演，一天没有收入。对呀，完全指着您各位活着呢。嗯，我给你快乐，你给我饭吃。哦，您的票我拿回去啊，养家糊口呗。嗯，给父母老的。啊，给孩子上学，你看，给我媳妇儿一份，嗯，给他一媳妇儿一份，这个钱，哎，我媳妇儿不用你给啊，我媳妇儿不用你给，拿着吧，因为什么这对付什么呀？这是对付的事儿吗？这个，哎，不差这一回，这玩意，哎，没有，压根儿也没有。这个我就得批评你，怎么了？有的时候台上我好好说话呀，嫂子怎么怎么样，啊，他老往那个地儿领我。谁呀？当然有的时候我也批评你们啊。怎么了？你们老不怀好意的笑，哎，就好像你们老希望就是怎么样似的。谁希望怎么样？谢谢大家的祝福。哪儿啊？哪儿有祝福啊？相声都是假的，可不是假的吗？啊，嗯，郭德纲在相声舞台上只占10%。那90%，于老师和他的家人，哎，把他们都算里头了。但是列位，您说我怎么办？啊，对吧？嗯，自古以来相声就是这样。第一，故事里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家的事儿。嗯，一上来就是我大爷怎么样了，我舅舅怎么样了，我媳妇怎么样，我儿子怎么样了。啊，第二种就是他的事儿。啊，这旁边这位吗？于谦的爸爸怎样？于谦的媳妇怎样了？嗯，你看看，很少有俩相声演员站台上说除了这俩人之外的第三人。第三方没有，俩人一上来，今天给您讲一个事情，这个人会游泳，游得非常好，他住在山东省济南市幸福大街光明小区，进小区往右拐上楼2号楼有一赵大爷，嗯，就这俩人这个外行的状态就得活活打死他们俩，这就不对是吗？观众会想啊，山东，嗯，你去过山东吗？嗯，我去过，哦，我喜欢吃山东的刀削面，你闭嘴吧，嗯，啊。那是山东吗？那不是山西吗？哦哦，那山西还有什么好吃的？还有好多有油泼扯面，你也闭嘴吧，那是陕西，跟山东都没关系了。我要求的是一句话你就得进故事来啊，我们要求快，我没有那功夫让你再琢磨幸福小区什么光明大道2号楼什么哪个王大爷，嗯，那我们太外行了呀。哦，不是我就是他，这门艺术它就是这么设计出来的。哦，没有办法，演电影，嗯，这管这叫爸爸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？你看电视剧，一男一女俩人一被窝睡觉，你也知道是假的，嗯，到我们这儿全是真的。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？嗯，嗨，你老替于老师打抱不平。你看看，嗯，郭德纲在台上老说于老师他爸爸，嗯，你看看相声界那些个大师们，嗯，谁的相声里边提过于老师的爸爸啊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他们都提我爸爸呀？你不用替他打抱不平啊！你知道后台他分钱的时候乐成什么样了吗？你说这干嘛呀？这是工作，
是倒是。我打小说相声，我站桌子里边站十年。哦，捧哏。谁站外边谁说我。哦，郭德纲他大爷怎么着？郭德纲他舅舅怎么着？嗯，这就是一个艺术的创作问题啊，就角色分配啊，你弄得我现在我都没法见嫂子，至于吗？又来了，您这您想起什么来了？这是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这是老话，这是我们这行的规矩、嗯、啊。你嫂子，我现在一见他我都躲，不敢见。你嫂子，你给我站住啊！你别走。哦，嫂子，嗯，你最近台上又胡说八道了吗？没有没有，你少来一次。嗯，你改了改不了，我以后我不说了。嗯啊，你一说他们就乐。对呀、啊，乐的我怪害臊的啊。你别说了，别瞎说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嫂子，不说了。别说了，一定得改啊。嗯，改。你说天说凉就凉了哈。是啊。嗯，你穿秋裤了吗？怎么变那么快啊？这个嫂子，我穿秋裤了啊！你少来这套哦！你准备穿秋裤啊？我看看穿秋裤。哎呀哎呀！这什么不像话了？你这个台下没有玩笑啊！我们这行是这样，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。对，你瞧台上这帮人啊，嗯，好家伙，什么玩笑都敢开。其实到了后台，您记住了，嗯，这是最懂得人情道理的一个行业。我们是讲规矩啊，嗯，这不是连着这几天了吗？啊，每天说相声，每天您各位捧我们，对，真是发自肺腑的感恩，是啊，激动。要能来，你们就尽量天天来啊啊。当然了，这个不现实，因为有可能买不着票啊，嗨，也有可能呢，您有工作忙。嗯，你要来不了，我也不恨你。哦，你打发人把钱送来，谁呀、啊？你说人也不来，钱也不来，这咱们就不合适。嗨，好，净你合适了。那今天来演出的演员，有的您熟，有的您不太熟啊。嗯，叫他们出来，咱们聊会儿天好吗？好，来吧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嘿。打这边开始啊，嗯，于老师都认识吗？啊，差不多啊。那好，前四个归您介绍。对，您要不认识您就说话啊。这都我们这儿小徒弟啊，这都快、嗯、快红了，这都啊。是啊，这俩是已经红了啊。你看，哦、嗯，啊，咱、嗯、这边开始啊，樊小棠。好、哦。张国帅，孙九芳，马孝胜。马小荣，马小荣，哎，我们有大马小马，马小荣，得了，你跟那谁回去跟他换一下名字吧啊！这我徒弟啊，郎鹤炎思密达，这你们最爱的啊，张小白啊，张鹤伦啊，这是我徒弟啊，张云雷，嗯，这说明这一场张云雷花钱了，这些个村儿都是他买的啊，我徒弟杨九郎。九队的队长啊，张九龄。好、哦，这大高个儿也是我徒弟，也是我外甥王九龙。嗯，主持人是我师弟，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、哦哦哎。人家不起哄，你们自个儿起哄啊！张鹤伦过来。哎，张鹤伦是我们这儿的返场之王、哎、啊。这个准备了一个什么小曲儿吗？小唱小曲儿吗？可唱什么都行，大伙儿喜欢。来个正唱得了。嚯、哦，还有正唱。师傅经那叫正唱啊啊！师傅经什么啊？来，唱一个。你那是手机，你那机关枪啊？你看，嘟儿，唱一个那个啊。杨延昭闻听此言，哈哈大笑啊！寇尊生霸王千岁，您了要听着啊！想当初金沙滩前一场大战，我们杨家父子把命丧了啊！我大哥替宋王归阴去，我二哥替八王命归阴曹。
好啊，我三哥被马踩，失手难找，我四哥和八弟呀，全都找不着啊，我五哥去红尘高山去修道，我七弟被叛贼射死那在荒郊啊，只剩下我杨六郎南征北又逃啊，论功劳我应该穿你这身蟒龙袍啊啊啊啊啊啊！鼓掌吧！张鹤伦是我们这儿的二人转交换生啊，所以他会哈。谢谢。哎，哪儿？吓我一跳，活不了啊！九零九龙有什么小节目吗？哎，快来快来！师傅倒没什么节目，就是有点心里话。哎、太棒了！因为明天呢，这个开业这豪华阵容，您就回北京了。嗯，完了，我们九队就来了，希望天津父老您多多捧场，多多监督，嗯、我们一定要给您带来好节目。谢谢大家。好好好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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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那四个小朋友啊，你们也准备啊，来九龙先来，啊来啊，把你的心里话说说。九龄说的对，嗯，言简意赅啊。来，你们四个能演个什么呀？自个儿傻了，没想到。我是九队的队员，我叫孙九方。嗯，给大家唱首歌，谢谢。好，嗯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最近工作挺忙吧？身体好吧？我现在在北京德云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天津德云社分社说相声，演出效果也挺棒的，美中不足有个缺点呐，我的队长是个傻子。你看后边那机器，那是优酷的啊，但是今天你这段翻场他们一定会剪掉，因为有一句唱词啊出不了字幕，太多了啊。哎，蓝云雷来。哎，不不，这我不说没这个环节吗？我没准备。可以有啊，你又会唱啊，给大伙儿唱两句也是好的呀。我唱什么呀？你那个肝曲啊，你们大伙儿想听什么呀？没听见啊？什么？那不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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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就弹清水河了，就是他了，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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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了。嗯，这是你搁那儿的托儿吧？来吧，嗯。桃叶儿尖上尖，柳叶儿就遮满了天。在其外的这个名啊公，细听我来言呐、啊，此事哎，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。蓝靛厂火器儿有一个宋老三啊啊啊啊。杨九郎。还有我呀。演不演不重要，你站着让他们看看就行啊。好，演一个。来一个，说一个也行，唱一个也行。那个唱一个于大爷的作品吧。于大爷还有作品呢、啊。我的。于大爷作品是游泳啊。先拿黄豆去吧啊！后台有萝卜。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谢谢大家。于大爷这节目不怎么地，还想瞧谁的啊？哎，看刚才不是唱了吗？啊，那行，再来一个吧。要不你我和你啊，行就是他了，就他了。从哪开始？从什么？他们要听什么？并非是儿臣。从这行吗？可以唱吧。犯杀，他们唱，其实不是我唱。他们都会啊。楚庄王有道是按仗，四境安庆少封疆，贺功臣设下了
太平宴，君臣欢聚饮琼浆，直到在黄昏星月降，秉烛辉煌照殿堂。来吧，许娘娘敬酒见，忽然间狂风吹灭烛光，小将唐娇饮酒过量，他顺手牵袖放轻狂，许娘娘则应敬小将，庄王问国事之心未损，伤到后来。庄王把正在民心上，难道何在得心上，不是这个海量，怎得小将保朝纲，今朝是居士一样，我的老王父。哎，可以了可以了，谢谢啊，就等这句了啊。谢谢各位啊。这样吧，现在就是张云雷他们也都在，咱们唱一个大西厢好不好？好，那就从张鹤伦开始。好嘞，张鹤伦你唱这个小琴童。好啊，张云雷你唱太平年好不好？唱这个后边的云苏调啊，来开始。小琴童来不消停，手打着灯笼走进房中，尊声相公安歇睡吧您嘞，明日清晨早为登城啊，恭喜恭喜恭喜，早为登城早为登城，亲内同说话欠点聪明啊，那功名好比浮萍的水，太平年哪、啊、美貌的娇妻火化兵，年太平啊，不该来结宿就在普救寺中，来只在花园，我们两个两相逢，这也是那个前世前因安排定，太平年哪、啊、说话之间桥楼起了更，年太平。次日清晨把马上啊，马蹄踏破了板桥霜啊，东方甲乙木送出太阳啊，哎呀，碧云天黄花地西风正劲啊，哎呀，北雁南飞泪千行啊，风吹得树叶唰啦啦啦响啊，眼前铁马响叮当啊，流泪眼观流泪眼啊，断肠人看人断肠啊，世事难舍莺莺美啊，九里草桥别红妆啊，
水长安去赶考啊。其实得中了状元郎啊，鹿鸣眼前英雄会啊，五凤楼前杏子香啊，四方金印在我胸前挂呀，三杯御酒伴君王啊，两匹快马他来回的跑啊，一乘花轿接的新娘啊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。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绵长啊。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